下午好，下午好，同学们下午好。你们都很闲呐，你们下午都不上班的吗？下午好，忙你偷闲是吧？今天头发梳得这么光，因为刚才的时候，我出去了一会儿，知道吗？去会了个课，那么家人们，我上班的时候头发就往后梳，我下班头发就往前梳。下午好。下午好。风有人来往怎样？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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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把我小号挂上，稍等我家人们啊！哎呦，来，所有家人们来，回来家人们来，给彭少点点赞啊！把数据给彭少做一做，好不好？这大号限流太严重了。把这个号挂上来，来上人，来家人来给我打波上人，来有人气票给彭少走波人气票啊，好不好？挂号都挂上来了，我把号都挂上来，家人等我啊。哎呦，把号全部挂上来，大家认准啊，我就这三个号，好不好？就这三个号，一个生活号，一个私人号，加一个大号。你们可以都把关注点一下，好不好？家人，好不好？有人气票给彭少走波人气票，来，来所有家人们来，下午好，下午好，欢迎你们回来。有人气票给彭少走波人气票，好不好？快把这个开播预约点一下，知道吗？这上面有个预约，看到没有？左上角，好不好？这样的话，你就可以找到彭少了，知道吗？一开播就能找到彭少了。感谢你们送的人气票，给彭少把直播间分享一波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彭少你好样的，正能量青年，希望你一路长虹。谢谢，有你们的每个人的坚持跟守护，彭少一定会一路长虹的，知道吗？其实红不红无所谓啊，主要是开心，主要是开心就可以了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开播主要是开心就可以了，好不好？没点预约可以把这个预约点一下，看到没有的？就我手指指这个地方一块白色的，看到没有？这样彭少开播你就能找到彭少了。来，说一下我们来，咱们把三件事先做了。来，现在很多人应该还在上班，对吧？或者有人在睡午觉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所以回人比较慢一点。然后主要是我这个账号限流限得很严重啊，限得很严重。来，给彭少第一件事，分享直播间，把直播间分享到自己的亲朋好友群里面去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感谢你们啊！来，快回来，800人了。
来，家人们，第二件事啊，有小星星的，有人气票的，给彭少走一波小星星跟人气票，好不好？感谢你们啊，这样直播间的数据就会好，热度就会高，你知道吗？推送就会高，对不对？感谢，谢谢所有家人们。大家可以花一毛钱给彭少点个粉丝灯牌，行吗？给彭少点个粉丝灯牌，点这个黄色的，一毛钱点个粉丝灯牌。有灯牌的家人们来，把自己的灯牌亮起来。欢迎我韩建新阿姨，好久没看到你了。欢迎毛线给彭大点一个粉色灯牌，好不好？赚点的，有灯牌的可以把自己灯牌亮起来啊！感谢所有家人们，感谢。来，第三件事，每个人给我打三遍，上人来，家人们来打三遍。快回来，800多人了啊！下午好，下午好，欢迎你们走进彭大直播间。欢迎你们在忙里偷闲，知道吗？走进彭少的直播间，有没有人在边上班边看彭少直播的？有了，扣个一，我看下来，一边上班一边偷懒一边看彭少直播的有没有？摸鱼看彭少直播的有没有？有了，扣一来。下午好，下午好。有人在摸鱼是吧？扣一来不少是吧？边摸鱼上班边看彭少直播是吗？你们这是铁粉，铁粉啊，铁粉，铁铁粉啊！钱都不挣了，班都不上了，来看彭少直播，笑死我了。哦，我刚才的时候有家人朋友说你为什么头啊往后梳啊，对不对？我上班的时候，知道吗？就是这样的，知道吧？下班的时候我就头发把它打乱，往下弄。下班就无所谓嘛，对不对？上班的时候还是要注意自己的仪装仪表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这样显得我彭少年龄大一点，对不对？是吧？免得看你像个小孩子一样上班，对吧？是不是这样的？我今天的四基本上忙完了啊，今天的四基本上忙完了。嗯，我每天其实上班也很简单，就是处理一下一些文件，弄一下一些合同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沟通一点项目就完事了。公司到下面有很多人在，很公司有很多人在弄别的事儿。彭少，你真的说笑话？来，回来快900人呢，我再给你们讲个笑话好不好？我再给你们讲个笑话来。等我啊，我换个音乐啊。以前的时候呢，很多人喜欢彭少的时候，支持彭少的时候啊，当然现在也很多人还是支持彭少，喜欢彭少，对不对？也有很多老粉跟着我几年的，对吧，家人们？以前的时候呢，有极个别的粉丝喜欢彭少的时候说：“彭少，你长得好帅呀。”彭少，你太有才华了，你太能说呀，是吧？又帅，又有才华，又能说，对吧？还又幽默，对不对？那时候就像喜欢一个人一样，满眼就像谈恋爱一样，满眼都是你，都是好，对不对？然后有的人呢，我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啊，我也搞不清楚，好不好？到底是谁在煽风点火，到底是谁在造谣，对吧？然后开始背地下有人在抹黑我，对吧，家人们？我不反驳任何东西啊，我不反驳任何东西，因为我觉得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，谣言是止于智者的，对还不对，家人们？对的给我打不对来。就是以前的这包含很多人，彭少你长得好像我初恋男友啊，对吧？以前的很多人喜欢彭少是因为什么？因为彭少帅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来，对打过对来，始于颜值，对不对？那时候看到彭少满眼都是爱。包括彭少的一根头发是一个发型，知道吗？他都觉得帅，都觉得好。OK， 然后现在呢，有的人呢，啥帅呀？小白脸，就是个小白脸，对吧？那长得白现在也有错了啊。太幽默了，也有错。太能说也有错，对吧？咱现在啥都错了啊，现在太能说变成油嘴滑舌了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我跟你们讲个笑话啊，以前小的时候你知道吗？就是那时候我奶奶还在啊，那时候我奶奶还在，你知道吗？我奶奶就抱着我出去玩儿，
抱着我，就是把我抱在手里出去玩，你知道吗？因为，然后呢，就是隔壁邻居，他们家是什么样的情况呢？就他们家的最高，知道吗？就他爸爸，包括他爸爸，包括他爷爷，最高，就他们家长得最高的人大概只有多少呢？1.5米左右，你知道吗？1.6米都不到。就他爸爸算进去，他兄弟姐妹全部算进去，他爷爷算进去，你上下三代全部算进去，知道吗？就他们家的人都长得特别矮，知道吗？长得特别矮，男的最高也没有超过1.6米，懂这个意思吗？家人们，懂这个意思吗？然后呢，就是我们隔壁有个女，就他是我们家隔壁嘛，对吧？然后我奶奶呢就把我抱着，哎，对，很矮的，有人是真的是就是，这个咱不是说歧视别人长得矮啊，对吧？然后我奶奶就把我抱着，然后他奶奶呢就把他抱着，知道吗？就在一起玩。然后你要知道啊，其实很多人矮的时候，小时候就矮，对不对？对吧？几岁的时候就已经有差别了，对不对？然后他奶奶就说啊，哎呀，你看你们家个彭少长得，对吧？长得那么高，高得吓人，知道吗？高得恶心，你知道吧？长那么高干嘛呀？长得高太恶心了，长得高不好看，还浪费布料，懂这个意思吗？家人们，就是为了夸自己的孙子，说别人的孙子，哎，长得高不好，长得高恶心。嗯，就是我们老家老话说，这我们家乡话就是他是这样说原话，就是，哎呀，高得怕死人，懂这个意思吗？家人们听得懂吗？嗯，懂吗？就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有人为了维护自己的，知道吗？维护自己的孩子，嗯，就说别家的孩子不好，懂这个意思吗？家人们懂吗？这是真事儿啊，这是真事儿。然后我奶奶回来之后笑死了，知道吗？那时候我还很小，我不记得是我奶奶跟我说那时候。就是我说这个笑话是什么意思啊，家人们啊？咱没有必要，知道吗？去为了支持谁？去诋毁谁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对不对？彭少相亲了没有？当然不去相亲了吗？你没看见吗？那你们都让我去，都让我去，我就去相亲。相亲去了之后，去走了个过场啊，去走了过场。我奶奶不在了，奶奶走了很多年了，已经走了很多年了。我希望家人们啊，今天回来人不多，对不对？因为很多人在忙，对吧？因为晚上人多，但是我希望家人们，好吧，咱们发自内心的说啊，真的没必要，你知道吗？网络上很多东西真真假假真，对不对？虚虚实实，对不对？是不是的？我一直在说这句话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多善良点，多正能量点，知道吗？其实最难能可贵的品质，不是你做了什么事，知道吗？不是你做了什么事，而是你一直坚持做什么事，是不是，家人们？你看彭少能坚持做什么？我从来坚持就说不说任何人的坏话，对是不对，家人们？我从来坚持的就是这个原则，我不说任何人的坏话，我不骂任何人，对不对？你们认识我这么久，你们就跟我说过谁坏话吗？你相亲什么不开播？我相亲只要开播了，没用这个号开播啊，没用这个号开播。你们都要我开播，开播我就开播了，知道吗？用的是下面的小号开的播，你们可以把下面的小号关注起来啊，家人们啊，没点关注把下面两号也关注起来，好不好？没关注大号的把大号关注起来，没关注小号的把下面两个小号关注起来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好不好？我跟家人们说个事儿啊，你们记不记得那天认识我两年多了是吧？谢谢香阿姨，你认识我两年多，也认识我三年多了，知道吗？你们可以包不管认识彭道多久，彭道都是坚持这个原则，从来不说任何人坏话，从来不去带任何人节奏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
所以一个人的人品好坏，你知道吗？你就看他坚持在做什么事情就完事了，对不对？我跟你们说个事儿啊，家人们啊，相中了吗？没相中啊，没相中啊，没相中。你们可以去看一下录屏，有人录屏的啊。我那年的时候，小丽不是说关于那个吊坠的事情吗？家人们，对吧？他当时的时候为了给他父亲去看病，对吧？然后手上没钱，把他亲生母亲给他留了一块吊坠，在网上给卖了。知道的扣一来，知道的扣一，知道这个事情扣一，不知道的扣二来。知道这个事情的扣一，就小丽当时为了那个吊坠是她母亲走的时候，知道吗？留给她们姐妹两个人一人一个的。她姐姐魏一染的那一个，就是随着她一起埋了，知道吗？然后她妹妹这个呢，就是卖了。有人不知道是吗？那是她亲生母亲留给他们。唯一的一个东西。然后我前两天的时候，小丽不是在我直播间无意中提起了吗？对不对，家人们？然后我说我帮她找，对吧？我帮她找，我看能不能找回来，知道吗？这两天我一直没提这个事儿，是因为这两天我在让人跟我找这个东西，但是找不到了，知道吗？对，小丽卖了之后回来还哭了一场，但这个东西找不到了，知道吗？找不到了，你在网上卖的，网上都是属于虚拟交易，知道吗？很多电话号码都是虚拟的，知道吧？我当时又说到，我当时又觉得很难的找，但是我也去找了，知道吗？找不到，连人都联系不到，连人都联系不到了。帅哥现在怎么有时间直播？我刚刚忙完了呀，就跟你们聊一会儿。我不知道怎么跟他。我当天在直播间，我说我帮你找，对不对？我是不是在直播间跟他说我都帮你找，对吧？但是我再怎么跟他说呢，家人们，那吹出去呢，你又对不了线呢，家人们，怎么搞？我那是不是在直播间说我都我帮你找？那吹出去呢，你又好像对不了线的啊？你能给我点意见吗，家人们？那怎么搞？我要直接跟他说，他会不会很失望啊？我就跟他说，找不到会不会很失望？仿一个什么？仿造一个？我人是怎么样，我都不知道。我跟你说实话，一模一样的，很难的，很难的找。我跟你说，很多那种吊坠啊，它是。定的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料子比较好，吊坠它图案很多都是定的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他不会怪我，但是他肯定会很失望，对吧？你买一模一样的哪去买呀？一模一样的买不到的。没事，直接说，少说谎言。你们是不是觉得我老骗他是吧？我没有骗他，家人们，我没有骗他，知道吗？我有时候骗，那骗他有的东西是善意的谎言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，家人们？是善意的谎言啊。有东西是善意的谎言，不是骗他。订一款小丽喜欢的是吗？我也不知道他喜欢怎么样的，你知道吗？我这个给他，我这个是这个小女生戴着，她不太合适，太小的不太，她才22岁，戴这种不太合适，你知道吗？我也不知道她喜欢怎么样的，怎么买？带她去玉店看一看。我对他还没有那么了解，知道吗？他的喜好，他的偏好，我不知道，你知道吗，家人们？
对，他应该是虚岁23岁。中午好，仙儿阿姨，你们说怎么搞，家人们？而且我跟你们说，你知道吗？这种东西，定个我也不知道定怎么样的呀。我想这样好不好？对，我去骗他仿照那也不对，你知道吗？我过段时间等我忙完了，我带他去挑行不行，家人好吧？行不行？我带他去挑，他挑一个什么样的，喜欢什么样的就选什么样的，行不行？行不行？我带他去我一个朋友那里，你知道吗？直接去人家店里面挑。我不跟他挑，我也不知道他喜欢什么样的，这样行不行？我就实话跟他说，我说我找不到了，哥没办法了，哥真的尽力了，我就让他去挑一个，然后再给他爸爸也挑一个，好不好？他爸如果喜欢的话，他爸如果想要的话，我把他爸也带着，把他也带着，开个车去我朋友那里，去直接去。店里买，去店里面，行不行？我再不骗他了，再不骗他，好吧，不忽悠他了。但是我现在要担心的是他不愿意去，你知道吗？我担心是他不愿意去，我觉得还是要忽悠一下。我如果说跟他买什么东西，他绝对不会去的，你知道吗？包括跟我先跟他几天前买那个衣服，你知道吗？嗯，他也不愿意去，你知道吗？我把他忽悠去，好吧，把他忽悠去，我找个什么理由把他忽悠到我朋友那去。我说出差行不行，家人们？我说出差，带他去出差见世面，好不好？你们有什么建议给我吗，家人们？怎么忽悠他？您别老说我骗他啊！化妆品买了，给他去了，这我叫别人送过去了。再说出差，那宿舍出差怎么带他父亲的关系是？那不可能带他父亲去出差呀。我跟他买了化妆品，跟他买了护肤品，跟他买了，但是我不是我买了啊，我叫别人去买。实话实说，他绝对不会去。他要说，因为他现在本来要是不太乐意我跟他花钱，知道吗？说带他爸爸去看病。那一去就不是去的加号啊。你说如果说带他去出差了，只能带小丽一个人去，怎么把他们父女两个都忽悠晕，知道吧？哎呦，你们来帮我教我怎么忽悠来。带出去玩是吧？买什么？因为想我再跟你们讲一次啊，因为有人刚才进来了，对不对？我跟你们讲一次，因为小丽母亲当年留给她的一个玉坠，那个玉坠应该是个玉坠啊，什么样的我也没看到。然后她姐姐有一个，小丽有一个，然后她姐姐那个玉坠呢，就随她姐姐一起埋了，懂这个意思吗？然后小丽这个呢，因为她父亲当时的时候，身体不好，然后用钱，然后他就把它在网上给卖了，知道吗？在二手平台上给人卖了，然后现在找不到了。所以我前天说跟他找，然后确实不好找了啊，确实不好找了。